来中国第一次吃牛腩饭。老板，给我来份牛腩饭。牛腩饭？没听过。哎，老板，给我来一份牛腩饭。啊？什么鬼啊？牛腩饭？嗯？老外，你要是想吃的话，我就给你做吧。Later。那老外，你的牛腩饭 ，egg 溜啊。蛮香的。什么鬼玩意啊？哇，我这都不吃。四年后。牛博士牛腩饭，掰久了果然不一样啊，越来越吃了，一个蒙古馆都养到位，慢慢吃。牛腩饭怎么那么有咖喱呢？在中国长不胖太难了。